有好多小姐姐问我，海藻这么好玩的东西能不能吃呢？首先找个刀片蹂躏它，然后划破它的身体，把它体内的内脏给它清洗干净，就可以炒菜吃了。小姐姐在不在？给个双击吧，老师要双击也没人给啊，记得加关注也行啊。好吧，兄弟们，有众多位老铁私信我说啊，那个鲨鱼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，被我埋了啊，埋在沙滩上了，这个空头也归他了啊。觉得我做的对的老铁啊，给个双击呗。如果觉得我做的错的话，那也给个关注。如果双击过5000的话，那么我再给他挖出来，咱们嘎鱼吃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就是水母，也称是海蜇啊的解剖全部过程了。把海蜇头去掉，然后用切切球呢把内脏刷洗干净，用盐和矾腌制7-59天就可以吃了。进来的朋友，如果你手机是彩屏的话，就给老妹留下一个双击，关注我，看我每天户外嘎鱼直播喽。有位漂亮的小姐姐啊，私信给我啊，说她这个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见过涨潮的时候是啥样子哈。明天就是她生日了，非常想看。为了满足她的愿望啊，她今天就拍了这个涨潮的视频啊，同时祝她生日快乐啊。那个小姐姐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能否给个彩虹天呢？喜欢大海老铁，记得加关注，看我干海直播哦。